两个赶紧到楼上找制高点，明白吗？是，快！吓死我了，简直是被炮弹给包围了。怎么没打死你啊？捡什么了？不要命了？财迷，邓营长，我们失去了外围阵地，为了防止被日军包围，我建议你带领一支小分队守住后面的路口。好，弟兄们，跟我走，快！胡少校已经和师部联络上，知道了撤退的方向。你已经完成了既定的任务，你现在立刻带着宁小姐一起转移，我可以让家麻子和尤老兵护送你们走。如果宁小姐愿意离开的话，我可以带她走。我不走，这里现在是最需要我的时候，我绝对不能走。服从命令。你看，所以我也不能走。上尉都上来了，所有人准备战斗。Thank you.
账单。